吉利甘露球。这是闽菜中的一道创新菜。原料选用虾胶、高汤冻100克、咸面包粒100克。沙司、鸡汁、鸡蛋、白醋。味精、白糖、精盐、干淀粉。把鸡蛋磕入碗中，用筷子打散。将制好的虾胶挤成虾丸子，在虾丸子中逐个包入高汤冻，然后放在干淀粉上面，将虾肉丸子裹匀干淀粉，然后再沾上蛋液。然后把虾丸子均匀地沾上面包粒，用手压实。逐一做好。把做好的虾丸子放入5成热的油锅中炸，将丸子炸透，待丸子的颜色炸成金黄色时，捞出装盘。Thank you.
锅中放油，加入高汤、糖，精盐和番茄酱，用湿淀粉勾芡，加入醋、橘汁儿，装在小碗内，同炸好的丸子一同上桌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它的特点是外酥里嫩，含有鲜美汤汁儿，风味奇特。1986年获福建省名优菜肴奖。